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哎，他们这块今天这个大风老大了，我去，七八级的风啊，呜呜的，阵风七八级。这个地方的大风，刮这个春风是真要命啊！前几天我不是去给那个花生拖地嘛，开拖拉机，我就发现那个拖拉机有个葫芦哈，它往外漏油啊。现在这个柴油这么贵，是不是？那玩意儿哪漏得起呀？我今天看正好没事儿，啥也不能干，赶紧的把它收拾收拾吧。在农村呐，就是拖拉机这东西是最合理的一个物件了，也能拉也能跑，装的还多。就发现这个地方往外漏油，这个葫芦往外漏油啊！你看，啊，这都成滴滴了呢。啊，这样是漏法哪行啊？这一桶油，就这一油箱也漏不了，经不起它漏啊！我这赶紧收拾收拾的，但我找不着这是哪来漏油，看不出来呀。就这些件儿，看不出来它哪来漏油。我去把我二哥喊了一下，让我二哥来给我看看，他家有拖拉机，他弄这玩意儿比我玩的年头多，看他知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看上哪儿的毛病。咱这看看我是哪儿漏啊，只能看见这个下面往下滴的，这样式漏法不行，你看这块都滴的都白了，就往下滴答的。这拖拉机哪有困难就找二哥，这不就是个葫芦吗？我二哥给我研究一阵，说是可能就是这个管不好了，就是看见这块的漏，看到吗？这个接头就是看见这块的往下滴的，咱现在咱也看不出来，我现在先把它卸下来看看，不行就去买个这个管去。哎，我先去买个这个管吧，买个管不行换个这个管，先换换看看再说，好吧？就他的毛病，确定了呗？那我去买去。好，今天这大风真是起好个大风，真大。我这去买了一个新管啊，那个管折了，不换还不行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就是从这儿来下手的哈。对，这个也看不出来是啊，这是出油啊。下水是关上是吧？对对对。好油，那个漏斗也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找个瓶子做一个得了。这都是掐的钱呢。现在啊，用得起车，加不起油了。行，好了，加这些看看漏不漏了啊！换上之后他倒就说好了呀，这会儿也不往下滴，咱俩也不咋滴了呀。不提了点。哎，他就是管用的，这玩意儿就是得换新的。现在吧，就需要把这块破开，破开叫它里边有气，哎呦，里边有气儿，我这气儿放一放就行了。好好，不用放，你还没这行，哎，这个里头没有气儿哈。嗯，没事儿，你告诉从顶上弄一张，把顶上那气儿放好行了。我还以为全部都得放气儿呢。在哪儿？哎哎，这样就完事儿了。放哪儿？看看。啊，这块也不漏。上班就这样了哈。哎，这就好了呀，要不然现在油那么贵，咱整不起。全部完工。哈哈。走走走走，二哥，走走走，上屋喝茶。干完了这就喝茶。哈哈哈哈。喝茶去，喝茶去，要不然我自己捣过这玩意儿，我找不着哪的毛病啊！主要是，咱看我就以为是这块漏的，其实它不是这块漏，它是这块这个管坏了，哎，多简单个事儿！走，上屋喝茶。你看这有一个人懂，我跟你说这活他干的就快。要我自己啊，你清个捣鼓去吧，这玩意儿不得找到几点呢，是吧？不过你们这地方这个风啊，我该说不到，这个春风刮的是真要命，太大了。今天这风得七八级，呜呜的，我天，啥都干不了。行了，现在我这个拖拉机已经整好了，这就没事了，省钱了又。虽然说买了点件儿吧，但油钱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回家喝茶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请点赞、转发、关注一下，拜拜。